这条视频绝对是2027年穿越者哈维尔最成功的一条视频，但同时也是他的最大败笔。他开始为了强调他确实生活在2027年，但是呢又和咱们的2021年有所联系。他做了一个实验，他拿走了5个钥匙扣，然后在这个无人的2027年世界中放到了各个角落。而身处2021年的热心网友呢，竟然还真的找到了这些钥匙扣。虽然借助这个视频有不少人相信他，但是更多人还是觉得这些网友都是托。于是呢，哈维尔决定玩一把大的。西班牙的一个电视台直接为他做了一期探秘节目，主持人将一本书放在了布满监控设备的演播厅，四处布好了 N 个摄像头，全天24小时的监控这本书，要求哈维尔前来拿书。而在哈维尔录制的视频中，他还真就一个人如入无人之境，毫无阻拦地进入演播厅，拿到了这本书。但最令人震惊的是，在电视台提前准备好的 N 个摄像头中，却都没有记录下这一幕。监控中呢，只看到了门被推开，有一个像是人形一样的半透明黑影，却并没有人。对此，电视台的工作人员都懵了，公开了录像，对外宣布哈维尔的事件就是真的，我们已经验证过了。本来呢，哈维尔是想通过当地电视台来验证他的说法，他心里想是，这些网友你们认为可能是我请的托，但是电视台这么大的排场，总不能是托了吧。哈维尔这次真的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。最让我们值得注意的一点，就是这本用来当做重大物证的书呢，是电视台这个节目的主持人自己写的新书，所以他完全有理由也有动机去炒作这么一出，要不然这逻辑就根本不通顺。那么他之前拿走 iPhone 拿走金钱珠宝开走警车的时候，早就该有人报警了，所以这条自作聪明的视频反而成为了他的实锤。但是我们不得不说，这确实是一场杰出的大型网络互动情景魔术，他背后的团队绝对也是异常强大。那他们究竟是何许人也？他之后又会做出哪样的动作呢？点赞关注，一旦有最新情况，三金马上跟你们汇报。